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ki 啊，今日继续我嘅恶狼游戏，系冇错，恶狼游戏啊，恶狼游戏，好啦 ，start 到 ，OK， 从头开始，好紧张啊，真系超紧张啊，上次讲到去俾人捉咗啊嘛，我知嘅，嗯。同埋啱啱先睇完殺天，好睇到爆炸，兩個喺度噴狗糧。上次嘅故事，狗雪城之後，我哋嚟咗阿勒街嘅公寓，喺嗰度我哋明白咗倫克林喺度做緊嘅嘢，佢想將真相傳達俾世間人。我又決定去賭上性命，見證佢做嘅事。之後我哋去 ，OK， 之後我哋想拜佢個墓地嘅時候，神奇出現咗啦！神奇接咗個電話，似乎有人通知咗佢，某人喺東京俾人捉住咗，然後而家倫克林俾人捉咗，倫克林唔喺度咩？我都唔清楚，太大聲啦。OK， 我哋快啲翻去東京啦，了解。佢哋走咗咯，好啦，佢哋終於走咗，已經冇事啦，可以草叢度出翻嚟啦。唉，大家你聽唔聽到？啱啱嘅话，佢话东京首相都好似捉到某人，唔通佢捉到伦太郎？等下先，先唔好急住先。凭依一句话，仲未断定到俾人捉嘅系咪伦太郎？咁都系嘅。我好明白你好动摇，但系要冷静翻啲先。嗯，林佳讲得冇错。见到佢哋两个女扮男装嘅样，真系好笑。多谢你两个安慰我。但系而家俾人捉嘅人究竟系边个咧？OK， 应该同呢件事有关嘅重要人物，系啊，同呢件事有关嘅重要人物，除咗我哋之后，恶狼游戏应该冇其他生还者噶啦。咁谂，唔贪俾人捉嘅机会，可能其实可能会仲有多一个，我觉得会仲有多一个人，系咯，轮太郎一定唔系垫底嗰、那个，咁快垫底嘅话，那个故事冇得玩噶。我哋先调查下警察捉咗边个啦。唔得，而家警察就喺附近，非常危险，而且仲未确认俾人捉嘅就系伦太郎。既然系咁嘅话，我一系调查咗山梨嘅情报先啦。如果伦太郎俾人捉咗嘅话，情报都会迅速扩散嘅。而家照光嘅去做咧，冇必要真系急住翻去东京。OK， 系好啦。奶奶，哦，细路仔好得意。啊，呢个系边个？是哪个家的小孩？但是为什么要找我们啊？难道唐室佬？但是哥哥，你在找伦太郎哥哥啊？什么？他刚刚叫出了伦太郎的名字？是啊，你先详细问一下吧。这个，你刚刚是不是说了伦太郎哥哥啊？是啊，这个哥哥是不是这样的？是啊，这个小孩竟然认识伦太郎？哇，所以我们再问一问这个小孩就可以知道了。嗯，喂，小孩，伦太郎在哪？你系咩时候认识伦太郎噶？快讲俾我听。呢个，等阵先，你而家问咁多问题会吓亲佢噶。哦，对唔住，唔好意思吓到你啦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系周太，系周太小朋友啊。周太，你系一个人嚟呢度噶？嗯，伦太郎哥哥会同你一齐嚟咩？系啊，我就系搵伦太郎哥哥噶。找倫太郎，咁系咩意思？呢？哦，周太，你系咪真系嚟找倫太郎噶？系啊。佢咩时候唔见噶？两日之前出咗去之后就冇再翻嚟啦。两日之前就走咗，而且冇再翻嚟，再冇翻嚟咩意思？周太，姐姐问你啊，你同倫太郎系咩关系啊？我同倫太郎哥哥系住埋一齐噶。咩啊？咧？真系噶？真系噶，我冇讲大话，伦太郎哥哥就系住喺屋企啊，因为伦太郎住埋一齐，呢个细路睇落去唔似讲大话，但系都冇证据喎。啊，小成做咩？你哋睇下个徽章，呢个唔系伦太郎衣服原本嗰个徽章咩？我认得，我去问下佢咯。呢个周太，做咩啊？呢个猫形徽章喺边度整翻嚟噶？
呢个系伦太郎哥哥俾我噶，系咁样噶。睇下呢个相真系同伦太郎相过，系咁样。我谂过竟然喺呢度挖到伦太郎嘅线索。呢个你哋唔知道伦太郎哥哥喺边咩？哦，对唔住，我哋都揾紧佢。哦，好啊，我仲以为大哥哥、大姐姐之类乜嘢先揾你哋搭话噶。点啊，哥，你个表情好恐怖啊！冇嘢，即系有啲在意嘅事。喂，就太，点解你会识我嘅？啊，咩意思？就系第一次同佢讲嘅时候，系大哥哥们。系啊，我冇所谓，但系睇穿雪城系男嘅话，系好困难嘅。虽然咁讲，真系有少少对唔住光，但系的确系咁样咯。你究竟咩意思啊？好啦，我哋系话紧你着衣身好合适啊。吓，呢咁夸张，我一啲都唔开心喎。喂，就太，话俾我听，点解要知道我哋系男人？因为我见过哥哥。喺电视上边，果然系呢、這个细路知道嗱系通缉犯。应该佢仲未理解到咩叫通缉犯。系啊，仲咁细个。咁讲都系嘅，喺伦太郎哥哥仲喺屋企嘅时候，我一齐睇电视，之后出现咗长头发嘅大哥哥，讲紧我，即系伦太郎个样突然间变得好奇怪。好有可能，我都见到呢个新闻。而嗰日之后，伦太郎哥哥彻底变咗啦。下今为止，都冇乜出去嘅哥哥，成日都出去。回到屋企嘅哥哥虽然都好温柔，但系硬系觉得佢变咗一个人咁样啦。我伦太郎，伦太郎哥哥见伦太郎见到阿光嘅新闻，察觉到啲乜嘢唔知道，但系的确系佢发生改变嘅契机。系啊，虽然好多种可能性，但系仲未断言可以发生咩事。伦太郎有冇同佢讲过啲乜嘢？我记得嗰阵时阿伦太郎成日一个人自言自语，系啊，佢话再唔快啲就冇时间啦。即系唔知佢讲乜嘢，但系记得好清楚，喺呢个系哥哥一个人嘅时候一直讲紧嘅嘢。再唔快啲就冇时间。佢究竟又急乜嘢？伦太郎见到有关光嘅新闻之后，注意到啲乜嘢，所以先走。呢个大哥哥应该系伦太郎哥哥嘅朋友啦。系朋友啊。伦太郎哥哥变咗嘅时候，我问佢做乜嘢，佢点都唔答我。所以我找大哥哥们的时候，我以为知道是什么。如果大哥哥找到伦太郎哥哥的话，一定可以令他打起精神啦。不可以吧？可以的，我跟他约定。光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伦太郎。真的吗？所以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伦太郎住的地方看看？没问题。OK。我哋走啦，好啦，我哋走啦。呢、這个就太阳突然间嚟你屋企，你爸爸妈妈唔会震惊嘅咩？系啊，我同光都系通缉犯喎。爸爸妈妈唔喺度啊？你系话屋企冇人啊？唔系啊，我爸爸妈妈系好细个嘅时候就死咗啦。系啊，唉，让你谂到谂翻起伤心事，对唔住啊，冇嘢噶。咁就太同边个住埋一齐噶？我而家同好朋友，好多好朋友住埋一齐，唔通系孤儿院？原来系咁，留翻喺度啦。啊，多谢你带路。快啲入门啦！翻嚟啦！就太欢迎翻嚟啊！呢几个大姐姐系边个？佢哋系伦太郎哥哥嘅好朋友，原来系好朋友啊！你好啊，你好，好精神嚟嘅细路啊，系啊，都好有精神。伦太郎哥哥把手已经翻咗嚟噶啦，我喺屋入边睇下。喂，等阵先，我哋都入去啦。好，打交晒。点啊，状态？伦太郎喺度？唔喺度啊，伦太郎哥哥冇翻嚟啊，又去咗边啊？果然伦太郎真系冇翻嚟。喂！咩啊？你睇呢个？哦，呢个伦太郎嘅相片仲有佢哋，之前跟伦太郎嘅表情睇得好温柔，就太讲得一样。伦太郎的确有喺度住过，但系点解伦太郎会选择喺度咧？的确好奇怪，我肯定一定有人
理解到理解林他人嘅经历，明知做咗啲乜嘢仲包庇佢，咁我哋问下呢细路林他人嘅事咪好咯？但系直接问细路，应该唔会攞到呢啲太准确嘅情报啊嘛？呢度系孤儿院，所以一定有个管理呢度嘅成年人。我哋揾到嗰个人，问下点解林他人会喺度啦？嗯，去揾下。我哋揾下细路打听下先啦。喂，小朋友，等阵，咩事啊？你可唔可以将呢间屋入面嘅大人叫嚟啊？你系话老师啊，啱啱先出街喎、啊。老师，你哋管理住，嗯，好。原来系咁，咁你老师几时翻嚟啊？唔知道啊，佢就话今日会迟啲翻嚟。好啦，多谢你话俾我听。嗯，呢度净系得细路啫，系啊，咁冇办法啦。就睇轮胎人嘅行李系咪都消失咗？呢个轮胎人嘅行李仲喺度喎，只有哥哥自己突然间消失咗啫。原来系咁。OK， 系啊，只要喺度等，佢一定翻嚟嘅。嗯，呢、这个唔一定。轮胎人喺两日前离开嘅。我阿手嗰阵时因为某个原因去咗东京，又俾人捉住咗。系啊，阿手系咁样噶。关律街可唔可以自己冇讲嘢？即使調查呢度都唔係得到太多輪客嘅情報啊！我應該點樣同周太利告別，去其他地方探索啦、啊？而且繼續留喺度嘅話，萬一警察發現咗我哋，依受到牽連噶。冇錯，而且我哋都唔知道。嗯，而家都係趁早離開好啲。係啊，目擊去嗰個商店睇下先啦、啊。嗯，啊哥哥，你係咪要揾輪客人哥哥啦？周太，你幾時會喺度啊？你应该听到啱啱讲嘅嘢，嗯，我想你带我一起去啊，或者快啲见到轮胎狼哥哥啊，呢个对轮胎嚟讲太危险啦，你应该留喺度乖乖等轮胎狼翻嚟，唔得啊，我都要去揾轮胎狼哥哥，同我一齐啦，俾我去啦，咁点算好啊？绝对唔可以带佢去嘅，我话晒我哋一路经历到咁危险嘅事，哎，我都系咁谂嘅，即使大哥哥唔带我哋去，我都会一个人去揾噶。就太一个人去找好危险的喎、哦。是啊，就算是这样我都想见到轮胎人哥哥。嗯。怎算好啊，你问我都不知道的话。看个样子你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了。是啊。我明白了，就太你一起来吧。但是不准做危险的事啊。嗯，我明白的。那我真的好咩光。如果就太真的一个人去找的话，警察见到一个小孩乱共就一定觉得可疑。然后警察就会出去带走，就太再讲多次，再讲自己去找轮太郎，自己同曾经同佢一起住就危险啦。你讲得有道理，咁样更加危险啊！我又唔知而家警察会做啲乜嘢，就太俾人拉嘅话，呢个细路一定会受到牵连，所以我只要保护住佢得噶。但系，而且就算我哋唔带住就太，佢一定会找佢噶啦。系啊，一细路点算喎？系咯。我都冇办法保护其他细路，佢喺度行动噶嘛，就睇呢个细路就等佢等住先啦。咁讲都系嘅，我明啦。决定好之后就出发啦。嗯。OK。明白。准备完毕啦，我应该走啦。等阵先，再留多封信啦。再留多封，你要留俾边个？嗯，打神。等轮胎人翻嚟，你可唔可以将呢封信俾佢啊？嗯，我知道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去有目击情报嘅店入面调查下先啦。好。不过光，你啱啱写咗俾边个？冇写俾边个？你出发。嗯。OK， 佢哋行出去咯。十几分钟之后，我哋开车到有目击证词嘅店入面，我记得应该喺呢度附近。啊，呢、這个应该再行前少少就到咯。啊，见到啦，就系呢间铺啊。多谢你啊，周太。嗯，佢曾经路过呢度。嗯，好啦，我哋去调查啦。周太，等一阵啦。好，我哋走啦。如果可以获得轮客嘅情况就好啦。嗯，好。都话咧，店入边嘅人好似唔记得轮客有冇嚟过。OK。咁而家放棄太早啦，我哋喺附近再問一問啦，好啦。嗯 ，OK， 好，究竟你咗去邊啊？冇辦法，輪胎狼俾人偷執咗啊嘛，
佢一定會做啲咩顯眼嘅行動。就睇下佢，你係話佢兩日前消失噶嘛？嗯，即係話可能已經唔喺山嚟咯。誒、欸，等先，唔擔心住先，我一定揾到佢嘅。阿周同雪城講嘅一樣。其实我哋都系扩大翻佢个搜索范围好啲，的确系嘅。仲有，我觉得你唔好再讲啦，雪城。而且我觉得喺东京俾人捉住嘅，真系可能系轮太郎。跟住捉住啊啊，即系话又搵到轮太郎哥哥。系啊，咁即系轮太郎哥哥可能喺东京。嗯，不过仲未知道系咪佢。雪城啊，唔好讲啲令佢担心嘅话啦。哎、我错啦。轮太郎唔喺山嚟嘅话，应该边度揾佢？去东京？我哋有冇确认佢一定喺东京？咁讲都系嘅。如果可以喺有轮太，如果有轮太郎喺两日嘅情报，喺嗰两日嘅情报就好啦。啊，马手去嗰度就可以获得啲咩情报呢？嗯，你谂到啲咩地方？嗯，虽然唔可以完全确认，但系有个好主意。咩好主意啊？我哋去东京。唉，估到。身处是啊，仲有呢种咁地方。不过点解你要特登准备去藏身处？之后记者为咗写广写新闻，我猜想讲广告，就会拍各式各样嘅人啦，所以经常俾人怨恨，然后受到监视。呢、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同部门交换情报嘅地方啦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嘅情报汇集地，一定有啲咩相关嘅情报嘅。原来系咁。但你的同伴冇问题嘅话，唔会将佢出卖嘅话，都系值得信赖嘅同伴啦，你放心啦。而且我的同伴都想帮助轮太郎啦。好啦，我就相信轮佳你啦。就喺个时候，下一条新闻，大量杀人事件。Oh my god！ 目前仲喺逃亡中。系轮太郎哥哥个名啊！等我听唔听到啱啱新闻？嗯。睇嚟仲揾紧轮太郎啊！即系话，陈奇话被捉住嘅人并唔系轮太郎，虽然我话佢断定，但系呢个可能性的确好高，我仲有希望。全智快走啊！系，唉，追嚟就本部啊！喂，一条，你嗰边有冇啲新嘅消息啊？啱啱我已经联络过噶，俾人捉住嘅系一个叫上田嘅自由记者。应该是那个小野寺律佳的同伴，在上田在那个咩事件报道之前呢，就在周围找情报。是啊，恐吓他都拿了新轮太郎的信。马手还有除了小野寺律佳之外的同伴，是根据调查班的报告，他是去某地的时候被人捉，前往某地是透露应该是哦，死啦！我觉得今次好大镬喎，专门收集轮太郎情报嘅秘密据点系啊。咁嗰个秘密据点有咩具体嘅位置唔清楚，而家要问佢咁样啊。不过如果佢真系开口咩？你意思系好似一种自由记者系好难撬开话嘴喎？原来系咁。诶，嚟电话啦，边个打嚟嘅？仲要上层。喂，我就快到啦。好，我知道。咁回头见。有咩事？你叫我过去，睇嚟有啲好重要嘅事要讲。唉，好麻烦啊！我去就翻啦。我知啦。咁我去翻嗰个咩特别搜查总部啦。一个钟之后，我翻嚟啦。啊，攰死啦！警官，上层同你讲咗啲乜嘢？俾人闹咗一餐啦，叫我快啲揾到新轮太郎啦。原来系咁，仲有系行动啊。嗰个自由记者嘅审讯都系由佢哋接手。佢哋唔通即系话系同小律，唔系同阿，睇先。OK， 同阿一条你谂嘅一样。呢个组织究竟想谂啲乜嘢？唔通系想？上演嗰场悲剧，警官接下来点做？哦，接下来会，唉，又系咁样跌胃口。OK， 呢个你有冇听到后方有啲咩声音？哦，系警车。
死死死死死！喂，邻街后面嚟咗好多警车啊！喂，真系喎，大佬，呢个系追我哋噶。家你唔好谂，你有冇办法可以避开你？就算系咁讲，我都离我哋越嚟越近啦。呢度系游乐场啊，谂到个好主意啊！咁我哋嚟揭得啲警察啦。嗱，我觉得穿过咧就唔清楚，死紧嘅我觉得。考虑游乐场咧就应该有得救嘅，我哋试下穿过，直接穿过啦，直接穿过系冇问题噶。呢啲警车又唔系一定要追我哋嘅，而且喺我突然间改变方向真系好可疑噶。OK， 死啦，警车嚟咗越嚟越近啦，唔使惊，唔好动摇。咦，同大家讲嘅一样喎、啊。嗱，多数咧。呢、这个游戏最中意就系一样嘢，一个危机过完之后，第二个危机系先嚟真嘅，咁就可以暂时安心啦。系啦，我哋直接去你同伴嘅藏身之处啦。好啦，知道到咗呢度一定可以获得啲咩情报，等下先。前面系咪截查？诶，都话噶啦，我都知道啊。呢、这个游戏最中意咁样，想打人啊！死啦，林佳，你快啲谂办法帮我呢度。就算你咁讲，我都冇办法翻转头啊。好，只可以到此为止咩？恭喜恭喜！神谕之 sad end bad end， 好嘢，好嘢！我哋继续游戏。唉，好，我哋要跑到游乐园。好中意系咩意思？你将把车去边？哎，帮本身交俾我啦，一定可以顺利撇走佢哋。哇！你要去游乐园？系啊，如果继续开车逃跑嘅话，一定俾人捉嘅。哎，三人俾人捉嘅话，就一切结束噶啦。就呢队人群嗰度就可以考验咁渡过难关咯。原来咁，呢个主意真系唔错。系啊，停车嘅瞬间，大家快啲跑到去入口，唔使买飞噶你哋。好啊，快跑去入口啊！咁多人真系好适合匿啊，匿埋啊！唉，之后去再搵到我哋，应该都好难嘅事。不过你哋呢副打扮，真系冇办法融入人群喎。大家去等一阵先啦。唔系话，系咪？我估着嗰啲一系就着戏服，一系就扮小丑。我估嘅啫。我有乜好预感？嗯，我都系。有几分钟之后，啊，呢个打扮真系好适合两位。哦，估错咗，原来即刻买啲嘢翻嚟，不好嘅预感应验咗啦，光。点解同你一齐匿埋嘅时候，一定要换啲咁奇怪嘅装扮？有冇办法啦？到如果呢度唔带啲咩，就好唔自然噶啦。嗯，你讲得好有道理，我冇办法反驳。啱啱顺带我观察一下，警察似乎会追上嚟。仲唔可以大意观察一阵先行动咧？果然警察真系冇追上嚟，系啊，过咗咁耐，连一个似警察嘅人都见唔到。阿手嚟要离开呢度，继续讲路啦。哥哥，啊做咩？有啲咩事啊？我想喺度玩一阵，玩一阵都呢个时候。喂，你唔好咁住啦，新村哥。等下先，玩一阵都冇所谓啦。家有讲乜嘢喎？你唔系急住讲翻去东京咩？陆家讲得冇错啊，光，你睇下佢个表情，就系玩一阵啫，冇问题啦。点解连雪城你都话而家唔系做呢啲事嘅时候咯？光真系太认真啦。啱啱嗰啲警车，马阿嫂仲喺附近喺度走啊，而家再等多一阵先再行动，会唔会保险啲啊？哥哥求下你啊，哥哥，好啦好啦，就玩一阵咋。太好啦，多谢你啊，哥哥。太好啦，就睇你想玩边个。我要玩云霄飞车。喂，我都想玩啊。嗯、啊？做咩？哥，你突然间露出啲咁震惊嘅表情。唔系，冇嘢。哥，唔通你惊坐云霄飞车？我先至唔惊啊。只系唔明点解会有人中意玩啲咁嘅嘢，我去惊啊。究竟有啲咩有趣啊？而且每次都出事故。唔好再喺度婆婆妈妈，快上去啦！停手啊！你喺度做咩？光究竟发生咩事？快上去啦！冇嘢噶，冇嘢噶，
知道邊個對眼就好啊！我一定可以做到嘅，我相信自己，你可以，你得噶，神全國。好啦好啦，快上去啦！好诶，等下先，我仲未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失去咗坐人先飞车嘅时候记忆。做咩啊哥？冇嘢，我冇事。我睇下佢唔系太好喎、啊，使你估咩？咁之后我要玩，你仲要玩啊？海盗船、跳楼机。记得一副表情，你仲忍心同佢讲快翻去？系啊系啊。喂，雪城，点解你都咁兴奋噶？我冇喎、啊。系啊，真系啊，玩多阵啫。嗯，好啦，之后你想玩咩？太好啦，我哋玩跳楼机，我哋玩海盗船，接下来啊。我觉得会影响结局喎、啊，呢、這个。玩鬼屋就应该冇问题嘅，但系就我哋玩翻云霄飞车呢、這个，我想坐多次啊！吓，就同你讲乜嘢喎？你啱啱先坐完咩？但系云霄飞车好玩啊嘛，我都想再继续玩云霄飞车，我都想坐多几次。点解你哋都咁俾我哋坐多次啦？惨啊！今次我嘅精神会崩坏，你要顶住啊，神穿过，然后。哎呀，太好玩啦！嗯，唔知我哋玩乜嘢？我谂下先，等下先，等下先，而家应该轮到我拣啦。你讲乜嘢？真系啊，成个细路咁样。系啊，呢啲话真系完全唔适合哥嘅风格。我再讲啲咩符合风格嘅事啦？苏猫云霄飞车以外嘅嘢。嗯，我就系觉得云霄飞车好玩啊嘛。嗯，我都系。咁我哋猜包剪揼啦，猜包剪揼。系啊，咁好公平啦。我觉得会有，会唔会出事？会出事，我绝对会输嘅。又要开始啦，不 ，OK， 过咗几个钟之后一次都冇赢过，都话噶啦 ，Sean， 精神崩坏，好笑呢、這个真系，真心好笑。我冇谂过，真系个结局咁好笑，大佬。喂，捞完未啊，大哥？我哋要跳，我哋跑过去，之后我哋要拣鬼屋。好，我想去鬼屋度玩啊！吓，呢个就做咩？雪城，我冇乜嘢，而家轮到雪城，唔通你？我惊鬼啊！唔系，我只系你点解喺度打冷震啊，雪城？呢个系啱啱云霄飞车嘅回礼，喂冇啊！我扮到啊 ！OK， 哇！十分钟之后，嘿嘿，太有趣啦！成面冷汗，哎呀，游乐园真系太有趣啦！嗯，之后你玩得开唔开心啊？开心，你哋冇嘢话，冇嘢。喂，系啦，我哋应该翻东京啦，应该要去啦。好啦，要快啲去停车嘅地方。然后啊，街小城，你哋系边个？唔系话呢度系，OK， 我仲以为 bad end 啊，大佬，我戴住一副手铐，我俾人拉，我哋系啱啱想离开游乐园时，突然间俾人袭击嘅，但系同之前嗰啲警察设有地方唔同，啊系啦。我三个人点啊 ？OK， 佢只系失去咗意识啫。可恶，快啲离开嘅话，坐喺边啊？可以，可恶，果然系锁住嘅。就究竟要点做好啊？
仔嘅时候，好痛啊！又系，系两个醒咗啦。你系冇嘢啊嘛？我冇嘢，加你啫，我都冇嘢。诶，呢个咩手扣？睇嚟我哋已经俾人拉咗。我一离开游乐园嘅时候嘅，就见我哋嘅人应该系警察，除非唔系，即系话。他被警察捉了，不是，还没可以完全确认。我是被人从在后面袭击之后晕的，就算是警察都不会突然间离手的。的确是这样太粗暴了，而且这么小的小孩都不放过。我们可不可以走？没有啊，我们醒之前已经查过这间房，查过这间房了，就我撬锁工具，我的行李不见了。可能捉了我们的人没收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我以为只要有开锁工具就可以打开了。是，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这道门根本就连锁匙窿都没有，应该是外面上锁之后入面打不开的门。是，就算有开锁工具都没办法帮我们。是，那应该怎么算好啊？我现在想到什么好办法。什么？我们现在在绝体绝命的状态。是啊 ，OK， 好，就冇同你呢度手段咩？啊，系啦，点解佢哋一定要咁样追我哋？你做咩突然间问呢个问题？都冇乜嘢，就系重新思考一下，突然间谂到警察究竟系用啲咩目的嚟追杀我哋？警察仲有大型媒体都谂住会清翻《恶狼游戏》嘅事实，所以佢哋好惊真实情报泄露到外界。我唔知佢哋想隐瞒啲乜嘢。我从警察盗取的情报根本上完全没有记载这一方面的事，特别是事件的真相基本上完全没有提到。是这样的，少成你知道什么？我都不太清楚，但是在逃离的时候听过轮胎人讲过一些东西啦。说起来，逃脱之前我跟他讲过的东西，你们讲了什么？是关于轮胎人相亲被杀的事，还有轮胎人，不是，还有恶狼游戏每一个参加者的过去。差不多的过去，你听到所有人的过去，是都听到了，我听他讲了，每个人都基本上做了一样东西。而且为什么轮胎人对大家会很有怨恨？原来是这样，我都是对轮胎人相亲见识不够的人员之一，没有责备任何人的资格。啊，是啦，讲起了，所有人里面有警察。啊，小岛健男，有啊，是小岛健男。健男的过去，轮胎人都讲了，健男先生本来是想着是监视那个人的，是监视杀死轮胎人的伤心的犯人伤田裕也。喂，裕也他那个样子我真的吃得下啊，他 OK 啊，白头发红色眼，但是他疏忽，就是疏忽职守，所以就令到这件事，令到发生了这件事。哦，是这样啊，即是说难道警察想隐瞒的真相就是这个？哦，呢我有想过这个，其实因为警方的失态，所以才导致了这一场的杀人事件，而且事件的被害者因为有怨恨，所以又引起了新的杀人案。如果轮胎人做的事真的传了出去，警察的失态就会暴露给世间人听。为了隐藏这一点，他才不想恶狼游戏的事传出去。我觉得不太好了。你的意思是建立的失态传出去，警察的评价会降低，第一个情报轮胎人和美少一早就知道，而且警察这种程度的失态对世间都不是一些太罕见的话题。我同意的，这件事我就想过，我想完之后我觉得真的不是太可能的，因为呢没有理由真的整堆人围在一起这样谈，就是傾一樣嘢，就是傾一個咁嘅死人警察。我唔信，為咗隱瞞呢啲咁嘅小事，有必要做到呢個地步咩？的確，大型媒體紛紛去做翻個情報操作，隔離小城嘅大樓仲有米心家嘅，仲有對我哋進行迫害嘅嗰啲警察，呢件事嘅背後一定有更加大嘅陰謀，呢人一定有好多不為人知、需要隱藏嘅事。係啊，但是在这里被人拉了，我们就没办法了解真相，我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。那我应该怎么算好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什么事？
有人嚟咗，唔会偷听到。我咧冇人要入嚟，奇怪。我哋睇下，小心啲喎。好，我哋开门啦。然后打开门之后，有几个警察跌咗落地。林太郎，林太郎一定系，唔通系负责把门嘅看守？但系点解佢哋会晕咗咧？嗰两个人都昏迷不醒，乜系冇嘢话，而且完全冇回应。咁系死咗？未死，不过只系晕咗啫。我继续调查倒地嘅人。哦、啊，呢、這个系警察嘅徽章。果然打晕我哋，将我哋即系将我哋困住嘅就系警察。不过呢、這个门锁喺边个打开咧？啊，系啦，调查成点样？但系点解呢堆人会晕咗？唔知啊，一定系帮我哋开锁人做嘅好事。咁开锁人系边个？喂，你睇呢个，你搵到啲乜嘢？呢度有手扣嘅锁匙，咩啊？仲有另外一边系绿街嘅袋，哇，真系、啊，唔通系警察嘅陷阱？但系会唔会神奇咗啲啊？有边要做到啲看守真系好似晕咗，放我出去咩？但系咁即系点解？唔通诶，个光，我哋冇时间考虑咁多咯，要快啲用锁匙打开手扣啊！好 ，OK， 要逃跑就趁而家，系啊，我哋逃跑咗先。你好似冇事啊，一个人。OK， 好啦，走啦。OK， 冇冇事，冇冇事。我哋潜伏咗一阵，已经天黑，变得好暗。喂，光喺呢边，呢个系游乐园，即系话啱啱我哋系俾人关埋喺游乐园附近。睇嚟系咁样，呢度同我哋关，同埋离我哋啱啱关我哋地方完全唔远。依一堆警察可能会再次追上去嘅，系啦，我哋翻翻去车上面先。点啊？有冇警察？四周一个警察都冇。好，趁而家上车逃跑。OK， 好啊，要快啲离开呢个地方。过几分钟，好，睇嚟警察冇追上嚟。太好啦！系啊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我都唔清楚。就喺呢个时候。哦，落梯石，唔系，黐线，啊，好容易捞乱啊，啊，就太醒咗啦，呢度系就太冇嘢啊嘛，我喺度摊喺车上面咯，喺姐姐个车上面，放心啦，已经冇事噶啦，你冇受伤嘛，嗯，冇，系咁就好啦，你再瞓多阵啦，啊，有冇觉得边度唔对妥？有啊，例如点解晕着，点解嗰堆？捉住我哋警察会晕，而且究竟边个救咗我哋？完全唔明，究竟发生咩事？多谂都系冇用啫。而家翻返去东京先啦，我哋已经迟到噶啦。好啊，我哋快啲，唉，又要入陷阱啦。我哋一定可以喺嗰度搵得伦太郎嘅情报。妈，守住个关下我哋嘅警察嘅情报。系啊。快走。几个钟啊？追到，已经好夜啦，我冇办法噶，警察，高中嗰度有警察喺度截查，成日我哋兜远路，啊，系啦，周太做咩啊？仲瞓紧觉，仲喺度瞓紧，系，一定系发生咗太多事，令到好攰。光一以为咁中意细佬，知冇啊？呢个，虽然好抱歉咁样，即系打扰你讲嘢。你可唔可以确认下我后面有冇尾随车辆？等下阵先。啊，冇事，冇见到啲咩车。啊，但系点解嚟到呢度？有先，呢度同平常唔系太一样，发生咩事？藏身处除咗同门之外，一定唔想暴露俾其他人噶，所以嚟到呢度有少神经质。啊，原来系咁，对唔住啊，你唔使在意噶。不过咁重要嘅地方，即系带我哋去。讲咩喎？一早就我同伴啦，所以冇问题噶。系啊，咁多谢你。咁我哋走啦。OK， 我哋停咗车之后，周太点算啊？我出去抱入去。多谢你啊！
就喺度啦。睇嚟只系个普通公寓嘅入口，我同同伴喺度等住，快入去。啊？系发生咩事啊？六街，你唔系话有人喺度嘅咩？好奇怪喎、啊，咁其他人已经出咗街，唔系呢个冇可能。平时屋入边一定有人，咁点解一个人都冇？系发生咗咩事？嗯，喂，六街，点解唔讲嘢？安静翻啲先。啊，书架做咩？睇唔出有啲咩对错。呢个书架，睇个书架嘅抽屉变得非常之严实。咁有啲咩奇怪啫？我哋出门之前都会将嗰个嘢拉出嚟少少，唔关紧。点解要咁做？为咗快速明白有人入侵咗呢度，而且用翻查咗喺屋入面嘅东西嘛。睇下而家佢完全关好嘅，冇任何人喺度嘅房间，而且紧闭嘅柜桶。肯定有人入咗嚟呢度，揾咗啲乜嘢？肯定有人，即系恐怕警察。佢究竟点知道呢度嘅？系咪跟踪咗你同伴之后嚟到呢度？唔系，呢个冇可能。呢度可能话我哋嘅命根。我唔觉得大家行动嘅时候会暴露呢度嘅命位置。究竟发生咩事？我唔知道。我下手，呢个警察话俾人捉住嘅人就系我嘅同伴。OK， 即系有人估啱咗啦。根据他们说还在找轮胎人的情况来计，这个可能性极高。六街，我没事。好了，等我重新振作起来，快速地找情报吧。等一下，什么？这里是被警察入侵了？好像是啦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可能在房里面放了什么啊？但是呢，他们估到我们会来这里，我们已经被人通缉了，所以他们都不会不责，他们都会都唔会，首先佢哋都唔会不择手段。我觉得系佢哋都会不择手段喎、啊，大哥。我哋睇下有啲奇怪嘅先啦。遇到啊，今次大镬，奇怪，因为我冲入咗喺度就冇玩任何嘢，真系好奇怪啊。OK， 系啊，即系话。我唔肯定佢做咗乜嘢，唉，我哋啱啱揾唔到啊，云吉，我唔读啦，懒得读啦，好，我难得先嚟到，好啦，仲未俾警察揾到，你发现咗啲乜嘢？我发现咗呢个系锁匙，系，对我啲自由记者嚟讲，情报就系命啊，所以为咗 OK， 呢个就系备份嘅锁匙，不愧系你啊，太强啦！冇功夫令你哋斩太咯，快离开呢度啦。O K， 唔好喐。又系咁样，咁我先可以重复咁用翻同嘅张图啦。你就系新村光啦，同神奇讲嘅一样，真系好烦。一个唔好似佢咁样心慈手软，好。你的命就应该要在这里结束，最后你都是输了新村光，恭喜 bad end、啊、我非之好痛，唉，继续游戏啦，唉，嘥晒时间，上片又好难上，唉，厌世我已经喺度，求其啦，快入啫嘛，好，呢度啊，见到啦。有发光嘅嘢，果然呢度放咗隐藏式嘅 chamber。OK， 系啊，如果佢监视警，即系好耐，好快就嚟捉我哋。喂，快嚟开度！但系唔揾轮胎人有关嘅情报嘅话，如果已经俾警察入侵过一次，恐怕重要嘅资料已经锁匙无几啦。呢句我见过，就可恶啊！而家放你太早啦，等我一阵。OK， 呢个我哋啱啱睇过嘅，我哋发现咗呢个 OK 锁匙啊嘛，得。OK， 明白，不愧你啊，太强啦，冇功夫令你斩翻啦，快啲离开呢度啦。嗯，就呢个时候，叮当 ，What the hell？ 诶，系边个嚟咗？嗰个警察已经到咗，都喺埋伏喺周围等紧我哋嚟。睇下门外边嘅人系边个？我知道啦。嗯，
系神奇。点解条友会提速我哋？好，你要快啲通知佢哋。正当我想回客厅嘅时候，身穿光你入边啦。你做嘅事真系俾人暴露咗。放心啦，我唔系捉你哋嘅，而系有紧要嘅事同你哋讲先嚟呢度嘅。What the hell？ 又系咁样？唉，真系麻鬼烦。啊！手工就完咗，意思啦，意思啦，哎呀，唉，我呢啲都系之前一直抌住冇做嘅，啊，好啦，唉，恶狼游戏系咁完咗啊，点解完得咁快噶？仲衰过，即系我睇一集《霎天》，我至少觉得会爽啦，我觉得，哇，那个剧情进展得咁快，但系呢、這个。同劇住冇分別啊！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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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係 Darky 啊你，下一次個惡狼遊戲入面再見啦，拜拜。